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二十二号的下午率领一众的香港官员面见了记者，强烈的谴责了二十一号有部分的激进示威者包围和冲击中联办的大楼以及污损国徽，说公然的挑战了一国两制的底线，也伤害了民众的民族情感。他说，特区政府会严肃的跟进，并且依法的来进行追究。 另外，林郑月娥还强烈的谴责了昨天晚上在元朗令人震惊的暴力行为，称特区政府会全力的跟进，依法的追究。也强调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容许任何的暴力。他还批评说，元朗袭击目无法纪，肆意的伤害市民，行为令人发指，政府绝对不会姑息。 不过，在这样一则新闻发布会之后，也有民众就指出，为什么林振月娥会把对民众的伤害放在第二位，而把污损国徽放在了第一位。而事后呢，台湾媒体东森新闻就报道说，香港反松中民众二十一号在香港地铁的元朗站遭到了一群白衣人持棍棒追打，包括议员、记者都被殴打。 而打完人之后呢，这群白衣人迅速的撤离，没有被警方逮捕。但是，其中一名白衣男子在这个奔跑当中突然就倒地，疑似是心脏病发所导致的。而网上则流传着他的身份是外号“飞天男”的该黑帮的老大。于是，这样一个倒地的白衣男子，这样一个外号“飞天男”的这样一个神秘身份，就变成了当下。 各大新闻所追击的头条焦点。根据报道说呢，他本来是拿着木棍在街上走来走去，但是突然就倒地了，木棍也倒在了地上。很多网友就指出啊，他是因为心脏病发，而且呢已经暴毙身亡了。而当时网上就飞传这个飞天男的死讯之后啊，这个社团当中就有很多人就很激动，说要为他报仇，于是呢就四步的放出消息来。 啊，来召集更多的人马，要于凌晨的时候再一次在元朗再来追打这个示威者。但是后来知道这个飞天男，这个倒地的白衣男子，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老大，那并没有死亡，于是这个事件才得以平息了。另外，根据这个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就说呢，不知道是被洗脑过头了，还是因为资讯的封闭啊，这个香港的白衣人在元朗施暴追打市民。 这样一个暴力事件，在中国网友看来，他们在中国的微博当中啊，表现的幸灾乐祸，而且大喊“元朗群众厉害了啊”，说是“藤条加法伺候啊”，还表扬他们的这种行为。另外呢，该报的也说，在中国的这个新浪微博上面也出现了一面倒的支持这个白衣人这种暴力行径的言论，还喊着啊，就是要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些反送中”的青年人。 但是，同样的一则新闻，香港跟中国内地却是截然不同的一种反应。香港各界不禁怀疑，是香港的警察勾结黑帮。对于传出带头围殴民众的黑帮老大啊，被人打倒在地，或者说知道他由于心脏病发突然倒地之后呢，不少香港的民众就直呼这是恶有恶报。而在香港的脸书，还有一些社交媒体的论坛上面啊，也都是疯传着。 黑社会老大飞天男在率领白衣人啊进行了这个暴力行径之后，突然倒地不起。那网友就笑称呢，这个飞天男恐怕已经变成了升天男了。所以这就形成了中国内地跟香港民众一种强烈的对待同一事件巨大的反差。那么在元朗的那个冲击的晚上呢，这个警方啊也被质疑为什么处理事件那么的慢啊，而且。 有很多这个香港市民说打电话，这个警察就是不来，所以之后呢，香港警务处的处长卢伟聪就解释说，说这个迟到是有原因的，说因为当时这个香港警员呢正在处理三宗这个打斗的案件，还有一宗火警，说再加上这个香港新界北区的部分警力呢，这个调派到香港岛啊，到港岛啊，这个处理示威的难度也有点大。 比较棘手，而另外元朗这个分区的啊叶剑影这个警司他就解释说呢，因为警方在接到报案的之后啊，要到达现场那个时间按照标准，这个准则是十五分钟，而元朗事件接警三十九分钟之后才攒足了，才凑齐了足够的警力来处理。他解释说呢，因为当时考虑到警员同这个市民的安全的问题这个情况下。 他必须要保证到达现场之后是能够有足够的这个配置的，所以这个解释就是说，警方之所以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置，是因为当时考虑到这个处置的警力不够，所以需要等待这个警力足够之后才去进行处置。另外，根据香港警方他们提供的一些资料啊，说。 当天晚上的十点四十一分的时候，这个市民就打电话报警，称元朗地区有这个白衣人士啊在威吓、在殴打这个市民。而警方呢，在十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说呢就派出了这个巡警巡逻人员前往现场。当时是两名这个巡警到达了元朗这个站点之后呢，就发现啊这明显的这个警力跟这个。 暴力冲突的这个势力方不对等，以及这个装备呢也不足，所以根本不能够应付当时的现场的情况。于是乎，这两名到场的先期到场的巡警就再三考虑之后呢，就向上级部门就进行了汇报，说要求增援。于是警方就派出了这个相对装备齐全的巡逻车，就到达了现场。那么期间呢，也收到了不少市民的这个举报。 经过香港警方的评估，在不同的这个情况背景啊，通过系统的分析之后，之后又再次派出了四辆的巡逻车啊，在配备了这个完整的装备之后，才到达了现场进行处置。而这四辆巡逻车到达现场的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二十分了。而当天元朗西铁站的发生了暴力的事件之后呢，香港。 这个网上啊，就流传出了香港立法会的议员，啊，就是香港律师会的前会长何君尧，就握手答谢白衣人的片段。据此呢，很多香港市民就开始怀疑，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是不是香港的当局，就是香港政府，跟这个黑衣人这这一派，或者说勾结香港的黑帮。 在故意的寻衅滋事，而作为资深大律师，也是国民党前党魁的余若薇，就在二十二号的时候就写信去了香港律师会职业操守组，就怀疑这个何君尧呢与殴打事件有关联，要求该会来调查何君尧是否违反了律师专业的操守。另外，事件发出来之后呢？ 也引来了多方的观众。八九天安门事件的这个学运的代表人物之一王丹先生，他就专门啊写了一篇文章来发表对这一次元朗的这个暴力事件的看法。王丹先生在文中就表示呢，说当天晚上发生在香港元朗的事件，再一次就使人看到了中共的黑社会化的问题，并且说中共在中国国内早就已经开始黑社会化的。 治国实践了，他们在海外的组织讨论相关的问题，至少也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另外，王丹先生在文中还说呢，现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北京特别制定的一个对策，用黑社会来治理国家，这本身一直就是中共的既定方针，并称专制政权勾结黑社会历史上就非常的常见，在台湾也曾经发生过。 另外，王丹先生在文中呢，他也认为这个原因就是很简单：专制政党其实从来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只是用了一个政党的名字而已。所以，说到这个香港的黑帮，这一次在这个事件当中，到底有没有跟香港当局，或者说跟这个香港警察，或者说跟中共有没有联系，就变成了这个事件呢？在延伸下来，可能很多这个民众。 都会去探讨和追究的问题。当然，香港的这一次这个白衣人这个帮派组织到底是哪一派？目前的资料呢还不足以证明它到底是何门何派。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信息梳理，来慢慢的来啊抽丝剥茧，来看看这个香港的帮派跟政府组织之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联系。说到这个香港的帮派组织呢？ 那么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最早呢要追溯到中国的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啊，那个时候有洪门天地会呀、啊、三合会呀、啊，还有青红帮啊等等一些在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一些帮会，这些帮会都在香港都设立过一些堂口，或者说分堂口、支堂口。最早呢是在反清复明之后呢，就是反英国殖民啊。 包括在辛亥革命当中，他们都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早在1845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就颁布了压制黑社会及其它的一些秘密位制的一些条约条规。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期间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试图透过秘密组织的联系啊，来跟这些帮派取得勾连，从中呢获得某些的资讯，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和这个中共的政治权斗，他们这在这个当中又需要利用这个香港的帮派来作为政治的工具，而其中呢，也不少是曾经中共的地下党的这个组织成员。而到了两韩战争，中国内地叫抗美援朝那个期间呢，中共也巧妙地通过了不同的渠道。 来利用了香港的黑帮，干什么呢？把汽油啊、轮胎啊等等一些当时禁运的物品呢，通过这种地下的渠道来运到中国大陆去。而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呢，有传言，当时北京就派了这个特派员。据说这个特派员呢，是当时北京的一个高层，就是中国公安部的部长陶四居派他。 去秘密地会见了香港的黑帮的首脑，并且当时也流传出来了所谓的“黑社会也要爱国”的传言。通过大量的来路不明的资金以及巨大的政治力量来支持啊香港的帮派，以谋求一定程度上的所谓的招安，以减少呢当时各大帮派在香港的主权移交这个关键的时刻制造一些动乱。 尤其是啊，对当时有国民党军方背景的这个香港的三合会的各大组织进行大量的招兵买马，而不少帮派的头目呢，之后啊，从中国的南方也慢慢的移师到华北乃至到中国的北方一带，他们在中国大陆经营很多的娱乐场所，所以呢，细心的这个观众啊，其实你可以在很多信息当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很多这个娱乐场所呀，他就。 有不少的所谓的中共军方的支持以及他们的看管，而当时这个招兵买马只是个权宜之计，在中国内地其实遍布了非常多的这个势力非常庞大的当时三合会的军事门生，及至于中国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就是中南海。相关资料显示说，在一九八零年代，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他曾经。 就将这个三合会组织新义安的龙头老大的儿子收为了义子。另外，根据香港警方目前公布的这个资料就显示，根据香港的啊，依据社团条例或者是公司条例的注册的这个三合会啊、十四 K 呀、啊、新义安呐，啊,啊，还有合资系的等等一些组织呢，就将近有六十多个，这个成员呢，多达二十多万人。 而且香港这个警方公布的这个数据，也表示说呢，这个实际的数字它还在不断的在成长，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去统计的话，这个数字远远高过曾经香港警方所公布的这个数据，可能是 n 多倍。所以说，我们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很多人在猜测，哎，这一次来参与这个元朗这个暴力事件的。 白衣人他到底是属于香港的哪一个帮派呢？他到底他的背后的势力又是何许人也呢？根据香港警方、香港政府所提供的某些资料显示，目前可供猜测的就是香港现在仅有的四大帮派、四大帮会，主要是第一十四 K，第二何胜和,和，第三新义安，还有一个叫安乐的。 也有叫法叫水房的。那么这四大帮派是目前香港主要的四大帮会，极有可能这一次参与这个元朗事件的白衣人，就是属于这四大帮会当中的某一支。当然，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通过互联网上各个渠道来征集过来的信息，啊，也许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欢迎网友在看完我们节目之后呢，如果你有更加详尽的信息。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呢，把您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啊添加上来，我们也会关注到，甚至我们在将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把您的信息添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了，今天的《明镜焦点》就为您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明镜焦点》再见。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网站 triple w mingjingnews dot com，推特 a mingjingnews。